死神本想勾走水手魂魄，却被宝藏吸引，玩起打水漂，钱都打了水漂，原来是说他呀。今天莫位给大家讲一部动画短片《死神与水手》。在刚经历过风暴的大海上，一个水手昏迷在破碎的木板上，旁边还有他用生命保护下来的宝藏。突然一阵阴影覆盖在他脸上，严重脱水的他缓缓睁开眼睛，一瓶朗姆酒就在他眼前。他伸向手去拿的时候，却发现那酒竟成了死神在向他招手，吓得他手一抽，一边去，爷还活着呢。 死神看着他，有点蒙圈，这手势是个啥意思、啊？随后，死神拿出了自己的沙漏腕表，查看了一下，原来这个水手应该是要被烈日暴晒，最后失水过多，成为人干而死。估计自己是来太早了，算了，就在这坐会儿，等他挂吧。 咦，这个盒子是个什么东西、啊？死神好奇的打开，却被装死的水手阻拦，还夹到了他的手。生气的死神把水手挪到一边，严重脱水的水手也再也没有力气阻止了。死神从财宝箱中拿出一个金币，对着海面就打起了水漂。这下他找到好玩的了。于是他又抱起一堆金币，朝海面扔了起来。水手看到自己的财宝被打了水漂，那真是心如刀割呀。另一边，死神丢了金币，引来了一条鱼的注意。死神看了看鱼，又瞧了下自己怀里的金币，立马想到了新玩法。 他从桅杆上取下一根绳子，将其系在金币上，就玩起了钓鱼。一旁的水手像个守财奴一样，在他身边捡着硬币。突然，死神被鱼给带走了，这咋还玩起了水上漂？水手都看呆了，心想着死神真会玩呀。这时，死神取回镰刀，勾住木板，带着水手一起玩冲浪。水手命悬一线，还不忘捡自己的金币。 海面上那条鱼也窜出水面，露出了真面目。原来这是只深海巨兽，怪不得动力这么强。死神突然发现大鱼就要撞上小岛了，无奈他只好解开绳子，但惯性让他们撞上了礁石。水手直接被弹飞，落入了一个酒馆里，手中的金币也落在桌面上。老板一瞧，赶紧给他上了杯啤酒，可水手却犹豫了：金币和啤酒，他该选哪个呢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当然是全都要了。海底死神把自己完成了个五花大绑，随着宝箱一起沉向了海底深处。 故事结尾就给大家献上一个舞蹈吧，看完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，我是木卫，咱们下期再见。